头顶不舒服啊，头顶不舒服啊。我怎么看见前面好像那个舞台，太很亮很亮的舞台啊？舞台上面在演戏啊啊，演的是那个，演的叫什么？演的叫《金瓶遗水情》，鱼呀、啊，河里的鱼呀、啊，表演要演的是《金瓶遗水情》，你知道吧？一般舞台上演的是什么？缺什么演什么啊？如果真的满世界都看得见《金瓶遗水情》的话，鱼呀 啊， 啊，河里的鱼呀、啊，鱼和水的关系，如果满世界都能看得见《金瓶遗水情》的话，还用得着到舞台上去演吗？到处都看得见，是吧？因为看不见才要拿到舞台上去演，啊！就像我们小时候，小时候大家都盼望着过年，小孩子啊，为什么？到了春节才有好东西吃啊，平时没有啊，所以在盼。如果就像后来，生活改善了以后，还一年到头都吃的挺好的啊，当然这几年的例外啊，一年都吃的挺好的，你说这个还有多少人在盼望着过年？没有多少了啊，有的东西那个到了过年的时候还做一些传统的东西，那个传统东西本来都不想吃了，还过年的时候拿着做这个东西，做那玩意儿就根本吃不下去了啊，所以啊，舞台上演现在还在演那个《金瓶遗水情》的就是。告诉大家一句话啊，就是缺什么演什么啊，因为就是现实中是真没有那玩意儿啊，哪有这钱呢？没有那回事，人家才需要在舞台上去演的啊。如果满世界都是的话，还要演什么？是不是？就是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我看到舞台上去那个，这个年代还在演那个《金瓶遗水情》，说明是金玉民之间的没有啥。什么哪来遗水情呢？啊，就是，以前人家心目当中经过宣传以后，人家还曾经写过，谁是最可爱的人？写那朝鲜战场上的人，那些时候最可爱的人。后来60以后，好像人家再也不会，脑袋里再也用不出这样的那个文章来了啊。现在到了现在这个年代，又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又开始要演那个《金瓶遗水情》了，好像那个观众没兴趣了啊，我没兴趣了，连排的兴趣都没了啊，连临排他的兴趣都没了啊，就这个样子了啊，就这个样子了啊，那就这样吧啊，就这样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